星光歌友会成立至今，陆陆续续有越来越多喜爱唱歌的朋友加入。为了分享好歌声，星光舞台秀节目当中每集都由会员表演好听的歌曲，每周三以及周日在东台有线20频道播出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我不信你，我信的其实没有理由，悲欢的注定。阿摩利駅は雪の中。せもやあんちゃん、せもやあんちゃん、コーヒーティーティーゲゲ。您喜欢唱歌吗？欢迎您一起加入星光歌友会，同时你也会是星光舞台之星哦。东台新闻综合报道。